什么？有点酸酸的是什么？牛肉面一定要配的是什么菜？是酸菜。你都会，你不会？你不是最爱吃的吗？嘿嘿嘿，嘿嘿嘿。你看这一块，我帮你做成到了。我们要吃饭。那个汤很好喝，你也会想吃饭。那个汤超好。又可以。妈妈可以喝一杯红茶。妈妈，你屁股是不是火了？尽量，没事，完全没事。莫宁坐好。妈妈不坐好，就躺着。妈妈每天还有三千只糖蒜。Thank you.